咁咧，我喺呢度咧想有一個短嘅分享。咁因為咧最近有啲人問我，佢話咧，我哋點樣處理生命先至唔受攻擊咧？因為咧好多時咧都有啲人咧會覺得好容易受到攻擊啊，好似咧覺得好冇安全感啊，變咗懼怕侍奉啊，或者按手祈禱。我曾經有一個人同我講，佢好耐之前識我，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冇幾耐識佢。咁咧，我哋都即係我都有同佢講過關於按手祈禱啊，佢都即係我哋同佢一齊祈禱嘅。但係過咗好多年之後，佢話俾我聽，我而家唔敢同人按手祈禱。我話點解啊？佢話我怕沾染。咁我就話耶穌話過，信嘅人必有神蹟隨著佢哋，就係奉我名趕鬼，同埋咧後面嗰度講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即係耶穌想所有信嘅人都能夠為人按手祈禱，病得醫治，同埋咧生命嘅更新。咁我話耶穌吩咐咗，你又唔去做喎，你又覺得驚住沾染喎，咁嘅時候咪即係變咗咧，即係逃避咗神嘅吩咐。咁有好多人就驚呢樣嘢啦。咁我都話嘅，即係我哋要小心要處理生命。不過問題就係點樣處理啊？即係我哋點樣可以處理咧？咁呢個其實一個大題目。不過我咧就好濃縮咁樣，今日就講些少點樣處理生命。咁咧第一樣嘢我就話咧。時時咧好深信神好錫我哋，神係好錫我哋，佢睇重我哋。聖經用好多説話喎，説話喎。佢話咧，我哋係冠冕上嘅寶石，係神眼中嘅瞳仁。如果邊個摸你咧，就係摸神嘅眼中嘅瞳仁。你敢唔敢摸老虎嘅眼睛啊？神嘅眼你敢唔敢摸啊？你敢走埋神嗰度摸下你嘅眼先咁啊？冇人敢摸。邊個傷害基督徒，佢就係。正經講到咧，就得罪我哋咧，就係得罪基督喎，哇，好嚴重喎，因為佢係全能嘅神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深信神真係好錫我哋，好睇重我哋。咁呢樣嘢係幫我哋更加輕省嘅。咁我有一個好重要教導就係活在神嘅喜樂裏面，輕輕鬆鬆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，咩煩惱都唔使放喺心上。嗱，咁有啲人話真係有煩惱喎，咁點樣處理咧？咁我會第一樣嘢喺神嘅愛，我一起身咧。我一起身，第二日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耶穌愛緊我，我就成日都宣告，耶穌愛緊我，耶穌同我一齊，耶穌睇住我，耶穌祝福我，呢啲係真嘅，我捉住聖經嘅應許，我真係相信。並且我一祈禱咧，我就知神歡喜啊！聖經講到咧，一個罪人悔改，天上為佢歡喜。我哋親近神，神一定親近我哋，其實神親近我哋先嘅喎。咁於是咧，我一親近神，我就話神咧，而家好中意我，喺度咧好歡喜快樂，即係呢個互動嘅禱告啊！我一路祈禱咧。神係好歡喜嗱，而家你喺度留心聽神嘅話咧，神都好歡喜嘅喎。咁我哋每一個親近神，神都好歡喜。我即係我，當我咁樣，我一起身咧，好開心。我一起身就喜樂有快樂。但係咧，我都話俾大家知，我都會有壓力嘅喎。咩壓力咧？啊，有時有啲人離開咗主啊，疏遠主喎，個心咧總有唔舒服喎，或者有啲人咧。他們有些問題影響他們跟神的關係，我的心裡面總有不舒服，不舒服的時候怎麼辦呢？就要處理。神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就幫我去處理，我就提醒我什麼都處理。其實每一件事都必然有他處理的方法。其中一句經文很幫到我，就是哥林多前書四章二節，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就係當我哋忠心嘅時候，神已經好歡喜嘅。所以我嘅侍奉，我唔使孭住擔子，因為耶穌話我壓係容易，我擔子係輕省嘅。因為好多人好辛苦啊，好難，或者我哋生活好多問題好難，但係當你孭住係好辛苦嘅。但係你話神係負責我一切，因為聖經話咗喎，我哋未求先，神已經知道我哋嘅需要，我哋需要嘅。佢知道佢一定會幫助佢照顧麻雀，耶穌用神照顧萬物嚟到鼓勵我哋，神照顧我哋，麻雀又照顧野地嘅百合花，佢又照顧，何況係我哋？我哋比好多麻雀更加貴重。咁我哋捉實嗰啲應許，即係神一定會照顧，神一定會幫助。只要我先求神嘅國同嘅義，一切加俾我哋。咁所以我心咧就輕省嘅，無論點樣樣，有啲咩有正面嘅，我感謝神。有啲困難，我話唔緊要，神一定幫我嘅。嗱呢句説話好緊要啊！一齊跟住我講，唔緊要，神一定幫我嘅，神一定為我開出路嘅。喺我哋受試探嘅時候，神一定為我哋開出路嘅。所以咧，
嗱呢個其實捉實神嘅應許啫喎，即係我哋個基督徒都可以相信神一定為我開出路。譬如有啲人軟弱，神啊你幫佢啦。但如果我越閉翳咧，死啦！呢、這個係軟弱，嗰、那個又唔聽話，嗰、那個侍奉有問題。當我咁樣日日咁樣咧，哇！我遲早咧就好快老噶啦。嗱，我感謝神喎，即係我咁耐都未老啊，即係。如果有人叫我做老人家，我而家好難接受，因為我其實已經係老人家，有66歲喎，即係大約係嘛？啊，老人家哇，真係好難接受，我直直係冇辦法接受嘅而家，即係因為咧，我係覺得即係喺神裏面可以好輕鬆啦，個人咧襟老好多嘅，即係咧長命好多，健康好多。而家我啲時差咧真係好勁嘅，點樣咧？我去到非洲即刻照非洲時間瞓覺，我翻到嚟香港即刻照香港時間瞓覺。真係，我真係多謝神啊！又唔使戴近視，又唔使戴老花，乜都唔使戴，哇！真係好大恩典。即係行喺神嘅路，神一定知道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話唔緊要，神一定有方法，神一定有出路。嗱，當我哋日日都係咁樣輕輕鬆鬆喺神嘅同在，我想問你，神大啲啊，魔鬼大啲啊？神大啲。耶穌講個比一個比喻，佢話因為有人話佢你靠鬼王講鬼，但係耶穌話咩啊？佢話：你點樣能夠進入壯士嘅家搶奪佢嘅財物啊？一個方法一定要做咩啊？你要綁住呢個壯士，你先攞佢嘅嘢。咁耶穌講就係話佢趕邪靈，佢趕邪靈一點啊？佢綁住咗壯士，所以其實神已經綁住魔鬼。喺耶穌嘅權柄之下，魔鬼係冇能力嘅。但係咧，好多人咧就好驚啊！死啦！魔鬼會攻擊我嘅喎。嗱，我想話魔鬼真係會攻擊嘅喎，因為聖經話咩咧？唔好俾魔鬼留地步。俾魔鬼留地步，一定會攻擊。不過，如果我哋成日活著神嘅愛，同神有密切關係，又處理所有嘅問題，即係話有啲咩問題，我哋唔使孭住，但係我哋處理喎，輕輕鬆鬆處理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只能夠盡力所求於管家，我盡力做咗就放手啦，就唔緊張。咁個人咧就唔使驚攻擊嘅，即係話咧就話神一定保守我，神一定祝福我。其實我去全世界很多國家，成日都有趕邪靈，成日都有經幫人經歷聖靈，但我從來都不怕有什麼魔鬼攻擊，因為我知道神是最大。越是有信心就越是沒有攻擊，但是有些人他很害怕，成日都說死了，哎呀死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有攻擊呢，哎呀不知道我病是不是有攻擊呢，即是什麼都想到是魔鬼的攻擊。的而且確，如果一個人最終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我們說其實在神裏面很簡單，你行曬神的路很簡單。點解咧？做得不夠好，求主赦免，神就赦免了，神就歡喜咯。然後咧，一祈禱，真心喎，即係神啊，我就係為了你的天國，想愛你更多，愛人更多，神就歡喜咯。然後我哋幫人一杯涼水，聖經話耶穌好容易俾我哋知道，一杯涼水俾一個小子都不能不得賞賜，咁何況我哋為神做任何嘢，神都更加歡喜啦。當我哋咁樣嘅心態嘅時候，我做得唔好就求主赦免啦。一做得好就即刻有，即刻神就歡喜咯喎。咁嘅時候咧就唔係睇我冇做，嗱好多人就話睇我冇做。啲小朋友考試上次唔合格，今次合格，有時父母咧就會讚啦。有啲父母話：你唔係只應該合格，你應該70分，你應該80分，你得60分，有冇搞錯啊？咁有時有啲父母會咁喎，但有啲父母佢識得教仔，你話。哇！你真係叻咯，上次唔合格，今次合格就真係叻仔咯。你下次仲會越嚟越好噶。嗱，嗰個個仔咧就好開心。所以咧，我哋做得好咧，應該點樣啊？感謝神，我哋都欣賞自己。聖經講到一杯涼水，神都欣賞我哋啊，係嘛？咁我哋應唔應該欣賞自己啊？你睇下啟示錄七教會，神同七個教會都講欣賞嘅説話，亦都有提醒佢哋，即係佢要悔改嘅地方。但係做得好，神一定欣賞。所以我哋就話。我做的神一定歡喜，神一定欣賞，我真心為他做。這樣的時候呢，做得不好即刻求主赦免，一做得好神就歡喜，那就很容易了，即是做得不好就赦免，一做得好神就喜歡，那是不是很簡單？神一見到你喜歡你，就算你未夠完美，不是，有些人說我未夠完美，是不是未夠完美就被魔鬼攻擊呢？不是，你只要信靠神，魔鬼是沒有機會攻擊你，整天親近神處理生命就沒有攻擊的餘力。但是當我們缺乏信心，一路趕邪靈，一路怕死了死了死了，邪靈來攻擊我，死了今晚不知道怎麼辦，那很容易攻擊。但如果你說耶穌是得勝的，有什麼困難什麼困難，耶穌得勝，耶穌是勝過一切，那你的人又輕鬆。
又有力量，又唔怕嘅時候咧，你剛強壯膽。因為聖經係講剛強壯膽喎，講到趕邪靈，耶穌冇話到因住啊，你可能俾魔鬼攻擊啊。有啲人話你越趕邪靈，可能俾魔鬼攻擊，但係我覺得唔係嘅，係個問題唔係趕邪靈，而係個生命有破口。求主幫我哋得唔得？有信心，耶穌係得勝，一齊宣告，耶穌係得勝嘅，耶穌係打贏魔鬼啊！耶穌已經捆綁魔鬼啊！捆綁魔鬼，我哋親近神，從神得力，處理生命，有咩做得唔好，求主赦免，神一定保守，神啊保守我，保守我，就算我未保咩，即係處理生命未做曬，神啊你保守我，有我信心去做都可以做得到嘅，得唔得？所以咧，我希望其實咧，我覺得有時有啲人誇大咗個攻擊啊，成日都攻擊咧，變咗好多基督徒驚。但係我哋可以講多啲神嘅愛、神嘅能力，就唔使驚啦。即係咩事都唔使驚，咩困難都唔使驚，一定得勝有餘嘅。哈利路亞！係啊！咁你日日咧做人點樣咧？感謝耶穌！哈利路亞！我係神嘅兒女，神歡喜嘅，神加力俾我嘅，係咪更加輕鬆啦？時時都係咁嘅時候咧，就好有剛強壯膽。主耶穌，我為你所做嘅，你歡喜嘅。咁咧，我哋有信心就向前踏。呢個亦都係我哋嘅訓練嘅目的，活在神嘅愛，處理生命，又發揮生命各方面發揮生命。